未了向新华村的大湾社区，各大业务活动中心投入使用。未了向公所自1806年开始规划，向国有财产所买地，要来去大湾集会所活动中心。今日总算举办动土典礼，希望未来活动中心完成以后，会当提供乡亲多功能的用途。请动产地产开工顺利，吉祥如意。现场贵宾共同参与动土典礼，未了向青花村大湾社区一直拢无活动中心，因此未了向公所自1806年就开始规划，来向国有财产署买一块土地，要来去大湾集会所活动中心。本厝要起的活动中心总共预算有1040000元，预计伫咧明年4月来完工。经过遮侪吼代表会甲阮的过去，我做主席的时阵，即未来乡长的时阵，拢都争取这个经费来做这个集会所安尼。土地大湾吼，这集会所就是咱1806年向国有财产局吼来争取吼，等下咱公所来去吼咱大湾集会所啦吼。予咱台湾吼，咱生活处境会乡亲时代吼，会当一个所在，会机会所在。予咱从完工的时阵是每年吼，每年拢总240天，240天的完工，拢总开1000几万。顶远的林叔非常感动，社区总算有一个活动中心，未来当当作社区共餐的所在，也当运动开讲，当作居民聚会的所在，来提升生活品质。就是未来即马大安镇的人口愈来愈侪，你看四周围即马拢在起换厝，人口愈来愈侪的情形之下，你未来要聚会根本都无一个所在，所以讲即马即活动中心若完成了，以后不管是老人共餐，还是讲普通时，即村民要集会、要开会，拢是真方便的所在。对庙来讲，以前庙连便所拢无，未来活动中心的完成，佮有附带便所，对庙的来讲嘛是算真方便。现场嘛邀请到兴华国小小朋友表演，为动土典礼增加热闹气氛。在地居民嘛分享，讲到大湾社区一直拢无活动中心，实在真可惜。嘛真感谢乡公所争取办理起活动中心。做梦嘛想袂到讲有今仔日活动中心啊，会来起几百间的饭厝。感谢吼，咱前任的乡长，伊拄啊下着做乡长，伊就啊去争取买这块地，吼、哦、啊才有这机会。实在阮大家嘛想袂到讲有今仔日。这个活动中心完工了后，不但会当促进社区交流，也会当当作灾害发生的时阵暂时休养的所在。希望会当予在地乡亲提供多功能用途的场所。记者丁贵祖采访报道。